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些就是说合作，就是把这些客户继续转到另外一个公司再服务他，然后也继续在服务他，是服务了很长的时间，差不多有8个多月，那我们也给他推荐了很多位，大概有30多位，但他也见了7位。因为你要经过拍摄肯定需要允许嘛，那如果不允许拍摄，那我可以要求你删除的呀。他有一些说法是不能乱说的，比方说是我们是婚骗啊，介绍的是婚托，那这种他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这种是属于恶意的诽谤，他只能说开启合同消费，那我们就会把他说的这句话呢，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更大的一个标语出来，放在我们的门口。